鼓励一下。他今天是第一次这么在正式在边唱歌哦，所以大家有没有哭？唱过一首歌，今仔真正是，大放送，大放送，回馈今天来的所有游客，外地来的朋友可以举个手吗？哇，今天还蛮多的哦，好，那在地来的朋友，还是外地搬来在地的，现在很多是这样哦，那陈玉婷呢，很年轻。阿妈，我咧讲吼，我自己就露馅。我一直觉得他很优秀，在年轻。同辈哦，你十八岁，我嘛十八岁，在座大家拢十八岁。今后讲话，这囡仔会教你。我本身是出